生来，我们班这规个拢办俩，这地当个三种料理，煎炊、煮汤，全部拢会当米烧、球翅拢好，鱼啊吧幼绵绵，这野生的鱼啊，爱食的人家免1800，我保证餐厅你煮这拢算另外，爱食一副的300我了。然后咱要食野生花生的，咩野生的迄个生来，我们班嘛300块了。这是咪春节呢？老婆啊！300上面写300块了。一个人家给钱300，上面一个个人就好了。阿家管，我不要钱。来，300个要吃无？300块。来，收掉。来，阿家话来讲，今日产品影响到大同，甲杀了啊！来一箱给我，下开箱。来，等我一下，这台这感觉有货，去有啦。这什么？来，摸起来，摸起来，摸起来。正头一斤啊，一斤的青麦红板野生的啊。这包蒜泥金盘、蒜泥头都把一支翅拢无，煎炊翅全部凊彩哩。一斤鱼啊五碗啊，准200，这包嘛爱300。蒜泥正边蒜咯，大平尾。1、2、3、4、5，六个人给先给钱先赢，300了。来300块收钱，300块。你几个话声姐？你咪一个？我来啊，300几个？老弟哦。无人要吃哦。金盘的蒜泥，一斤的红板，安尼300块，冰斤啊。一样物件，正百块尔，卖两个卖过个，搁搞毛个，啊，紧嘞，搁毛个，新客钱的感谢你，我一包搁送你，我做公关好啊，互恁送一个，无三斤的蒜泥，一斤红板，全部六个袂晓买，你无水煞人食啊！300块落来，我给你。300块，来300块。你袂晓食，你袂晓买这個，你无物件通食啊，无水煞人食啊，真个啦。300。300块啊！干来这三斤蒜泥300，你又买袂着，我敢大只敢炒袂着啊！最后搁两个300买买。好，这边。我这边五三两给你。五百以上。我一共300嘛。真的很好吃，你不可以考虑。真的好吃啊！虾子给个300，搁一个上面竟然没有了。最后这些沙发上面啊，我若拼了，我无可能阁揢落去啊。我若无拼的物件，照正常谈，我会当揢落。对，三斤的蒜泥，一斤的红板，这拢无饲的，电话只有人家看者。搁一个沙发上面坐了300块，对，遐包括。谢谢。这是安尼就袂了，是吧？来。春节。上面吃虾啊。来，我这边。虾要吃开500了，你千万不要来这里花太多的钱。500块上面吃白的，收掉。来500个啊！你500有加钱无加钱？我咧介绍拢免叫啊！哎，你真正要吃，你啊加钱好啊！哈，来，注意点。两个。安尼免介绍啊。两个。来啊，这白的啊，这只啦，都有16至18尾啊，这当个沙沙，这只要做这细啊，袂你敢知？就是一栋庙你吃，一栋庙你解决咧。好，来，这只500，两个无你啊，一人给两个白的，当个500块啊。500块，啊！你刚买500，之后搁送你，之后搁你，之后搁你500，先给钱，感谢恁的支持。之后搁来，之后搁你开500了，来三个啊！无啊，第三个鱼啊，第三个鱼啊，第三个鱼啊，我拢无啊。来，来啊！再提个500啦，这下只大了，上面只300，只金盘。拜拜。无，谢谢。来，阿叔，你萝卜干嘛？我袂食。哎，这20块给钱，我今日分分来拍摄，你拖阿久啊？第一型导师，20块你有加钱的，感谢你的支持，谢谢。来啊，都提钱走的哦，还有提钱走的，提钱的提走的啊。你有加钱走，无加钱走，卖搁加出来啊。有加钱走的。我再跟你说，我你客气啊。我你客气啊。啊，无紧啦，系你啊，落啊，系你啊，落啊，哎，到人要食萝卜糕，春水堂的萝卜糕，这港式的，这真对会吃，啊，到人是我头尾个300块，百面啦，百块上面食150，来这边坐两个，一包搁送你啊，百块落啦，一包100，一包搁送你100，萝卜糕，两个，萝卜糕有要吃无？100，100搁买萝卜糕，有150啊，拢买拢食好吃啊，100落啊，哪个最高坐三个？500块买来无？萝卜糕，阿姐你要食菜头粿无啦？箱子贵个啦，菜头粿交你啦，无爱买这港式的咧，大你买一份啦。开一个箱子吗？箱子才买买来啦，100尔，你是你？有啊啦，有啊，收啊，收啊。850你看一下，你啊，你要搁加一堆。
就想要画一帮大帮我落去。欸，你若要摸的，要甲我讲，我来摸，你莫甲你摸啊。你过来要食啥物，你甲我讲，只做一件，先我买一个。来，还要手套。有人要食鸡腿卷来无？这种鸡腿肉落去做的300-500片啊，爱食200外咯。鸡腿卷有人要食无？200块少啊咯。这种鸡腿肉包鸡皮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、四条、五条、六条、七条，唔免300，唔免200，200块上要吃。自取的要处理好无？这三条搁送你200，人要吃无？我讲有虾好无啦？有虾好无啦？200到人要吃鸡腿卷的，收起来是的，收起来，干够的收起来。来，你的鸡腿一箱我卖卖。好，谢谢啊，美女帅哥，感谢你的支持。拿针加毛啊！来，我先用人走啊，坐去。你有人要吃这泰式柠檬鸡腿无？300-500拢唔免，来要吃鸡腿也是句话200外咯。两支鸡腿、三支鸡腿、四支鸡腿、五支，一支骨头拢无200。一支搁送你，一支搁你，一支搁你，一个人计拢无啊，200块送要吃。大姐，拿这边我。人去平生啊！大，你是要来吗？大，你搁加20块我啦，才搁你啊！鱼啊，拢来啊！来啊，搁加起来，帅哥，你无买着包片，买8种口味，啊，大是泰式的，这是原味。啊，主要是泰式柠檬腿排，这工厂厂商，这原味的，同款要吃，免300，免200，给200送要吃。柠檬这个原味腿排200块。那无柠檬的啊？无啊，原味尔，三支或者四支，五支这种同款200块，这支搁送你啊，这支搁你啊，这支搁你啊，200块而已啊。两包是平价啊。有要吃没原味？我告诉你讲，有够要吃原味的无？原味的鸡腿200，够要吃无？200块，拢有啊啦啊。来，收起来。大家要吃什么？你用我长寿排骨好不好？哎，大咩蟹啊？啥咩蟹？来，长寿排骨起个。鲑鱼起一箱我卖，我鲑鱼拢我卖卖。啊，你甲迄个鲑鱼起个。来，我先卖一寡我无卖过的物件。有人要吃鲑鱼无？这种高的大地，够人要吃。智利鲑鱼。这地给我买断，误着恁在当面鱼无走出来，我随退你钱。啊，智利鲑，尤其上贵的15片啊，爱食的人家唔免3000，唔免2000，1000有人要吃无？1000块，1000块有人要吃鲑鱼的无？1000，有人要吃好的无？1000块，好1000块啊。1000块有人要吃鲑鱼的无？1000啊。你若一个人家唔惊我来摕1000来，我你爽啊，1000好啦，真的啦，这地够你啊，这地够你啊。这地够你啊，1000块，1000块怎么吃？这地够你啊，这地够你啊，这地够你啊，1000有人买来无？1000块，有人要吃好的无？够的哦，这地够你啊，买袂着啊，三个人计甲我买落啊，1000怎么吃？1000块，有人要吃鲑鱼够的无？1000咯，1000块，1000有人要吃无？1000，只有一个了，这地够你，这地够你，这个胖了。这个朋友，两个人家唔免看，一块100几块，1000三要吃，智利鲑鱼1000块，1000有人要吃，加一个大的盘菜，抬下起来，1000块三要吃，1000块吃，有人要吃鲑鱼的无？1000，搁加一个抬下起来，1000块有人要吃无？1000块，只安尼鲑鱼1000块，高的，每一块拢只高，家己看，1000三要吃1000块，拢有啊吼。卖考虑啊，我无卖只俗个啦。1000落，八条你赚着1000块，1000块啥物事？1000块，1000落1000块，来睇下价格。来，谢谢。来，来谢谢。来，来，过来，你要食啥物？来回去嘛，我卖一个，我卖简单的好。够人要吃飞机丸？来，做一包啊！煮汤煮面煮火锅啊！这一斤100外啊，这一包5斤啊，一斤100外5斤，7块5唔免啊！食无飞机客钱卖10几年啊，两个人家，一个人买一半，先加钱先赢200咯。来坐啊！坐坐一边嘛，好不？好过。哎，还有包谁哦？哦，来，土托鱼尾段毛的。来，我先来画一挂我厝头到尾无好的物件。来，我先来画这个龙虾看，我相信这恁拢爱吃，一个龙虾看。这蟹黄肉，飞机丸包做2包。
你四罐肉等下你变康街煮卖炒菜青菜，你想要吃免五百三百上面吃。过来，我甲说包小我放慢一点嘛，三百上面吃。有人要吃无？三百块咯。这顿下你包括要炒饭、炒面拢有下味啊，煮火锅、煮卤拢会上，三百块尔。你若搞买三百哦，我再搁送互你三百，再搁你三百，再搁来，再搁来，三百块有人要吃，嘿，我免扛啊。再搁你三百，有人要吃无？四罐肉。我再搁请你三百，好无？再搁你，再搁你，好无？再搁你，全部四个人加三百，上面一个三百块，四罐肉三百块，搁无人要客气哦？再搁送你，好无？再搁你，再搁你，三下就好啊！一半你拢把我并起来，三百块上面一个三百块，收钱，三百搁有要来无？总有啊！谢谢，感谢阿姊的支持，一包我也别搁你，摸起来免看，一包搁来，三百块。最后一个三百，上面一个最后一个三百块，啊？有。最后这些沙发上面吃没有了，有人要吃哦？阿哥有人要吃吗？够有啦，有哦。上面要汤包，汤包给啊。最后一个沙发上面吃。你那怎搞？要汤包，要来汤包手表去。拢有啊，来，谢谢。